当时只要我妈妈来看我，一看到我她就哭。走吧，别干了，我给你干干了。当时心里对自己也有一点放弃了，觉得自己好像是无根的浮萍啊。回到家乡，现在幸福感挺强的，不单单是有自己的一份事业，而且还是和我妻子一起，两个人共同的奋斗。我叫胡春清，曹县这个本地人。我呢上这么多年学，回到家乡呢，肯定是让别人去说啊，我们没上过学，也一样能做得很好。就是连我父亲也是不搭理我，你自己爱干你自己吧，我也不管你。我叫赵世宇，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人。我回家之后多少有一点后悔，身边的亲人或者朋友有挺多人挺看不起我的样子。我叫邓崇昌，来自江西赣州，真的就一年的时间，从进厂400万到道歉200-300万，内心的话真的是非常煎熬的。妈妈晓得农村到底是有好苦，因为巡洋舰路途不方便，他从上面运输下来的东西只能用背都背，我们是要几十吨几十吨的收。当时我在家里面待了3个月，披头散发的，一天像个疯子一样。一开始租了一套农民房20平方，买了一辆二手小电驴1300块，剩下的钱就两个人省吃俭用，一天吃一顿快餐饭，熬了一个月，后来把店铺熬出来了。当时每天的话就忙到，就是说从早上一般就7点多就起床，会一直忙到晚上12点钟。仓库盘点完已经是3点钟了。我庆幸我自己坚持下来。改变人生命运很难，但我做到了。现在这个电商呢，就是把我们城市和农村的那种差距啊缩小。我觉得我现在幸福感挺强的。我就希望还是能够把邢阳村的东西能够带出大凉山，通过电商的方式，通过淘宝的方式推向中国，推向世界。